样花园封神榜这个礼拜带大家来到了水乐园。Oh my god， 肉体从旁边经过，哇！如果手上再拿个酒瓶，就是所谓的酒池肉林。所以你说这个礼拜精不精彩？精彩！想要看各大歌手在榜单上面厮杀吗？想对不错。想要看好莱坞的最新消息吗？哦，还有想不想看水乐园有什么帅气救生员大玩游戏吗？想不想看主持人露点啊？给你面子好不好？反正呢，所有精彩内容都在这个礼拜六《夕阳华语封神榜》。